好，今天我们要为大家所示范呢，是如果在汽车里面做简易的这个 DIY 的卡拉 OK 播放系统。那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一般的导航系统，那这边的是它的喇叭线输出，那这是我们的星光魅声。那详细的接法呢，还请大家看到网页上的介绍。那今天我们使用的是一个九伏的电池盒，好，这样可以供电给这个星光魅声家用电源板。然后呢，等一下我们会把这个红色端子拔掉。如果红色端子拔掉的时候，一般会去掉这个，达成这个去掉人声，达到半唱的效果。那今天我们使用的是动圈式的大麦克风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开关打开。好，这样呢，它可以感受到这个回音的效果。好，那我们把回音呢，可以向左边慢慢的把它关小。好，现在是没有回音的时候。好，那我们讲回音呢，再把它慢慢调大。好，那就回音就回来了。那我们现在播放。点这触控屏幕这个按键，好，那点选把它放大。那现在啊，把这个回音的这个开关呢，把它关小一点，然后我们把这边的端子呢，把它关掉。好，那现在呢，就只剩下这个伴奏的声音。欢乐溪谷咚咚咚响，把猫穿云霄。半夕相遇在那两旁，是山上当天。看天色不相遇，魂魄在人间。悲欢聚散终无常，这就是情怀。有这种病啊。好，那使用的详细的使用办法呢，还有购买方式呢，还请大家参照网页上的介绍。谢谢各位。